要不要选连任。那当时你有反问主持人说，你怎么知道我不会退休？所以是有不选连任的可能性吗？每一个人都是把握当下吧，面对未来还有好几个月的事情，其实大家都不要想那么复杂。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现在要面临挑战的问题。我现在最重要的挑战，不但是在防疫以外，更重要，我要把握我们曾经许诺给市民这几年的建设的改变。如果哪些没有做好的，我赶快把它做好，这才是我心所系的地方。所以大家一起加油。什么时候会做决定？因为这提名的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。我想还有一段时间嘛。我最重要的每天的工作大家都很忙碌，我们希望在忙碌过程当中让民众能够感受新北市是在进步的，这才是我最重要要把握的时间。还在考虑要不要选连任，是因为有考虑说要不要直接2024选总统吗？我现在是新北市长，我们大家一起加油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喜欢吃水饺，好，总觉得少一味的，来，这一罐是什么？海皇 XO 干贝酱，直接来这个 QR code， 快点购 QR code 来帮我扫一下，快点购 QR code 里面呢有很多中天严选的商品，喜欢的好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喽。